虽然有很多留言说罗刚是靠孙派长才能当选，但我觉得罗刚是实至名归。而海生虽然输了，我相信他是个有风度的人。枪太重，陆生拿不动。孙排长，你跟我来。王排长，继续操练。是。对。对。除了罗刚之外，其他人扫息之后不敬礼解散。扫息。阿姆多哥在讲有预言，阿那无说小英讲哦，我记得了。我知影你消息足久了啦。调调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换我做代表。走。这是怎样？现在会拿，刚才不会拿。罗刚，把枪交给王班长。你们两个先离开。啊？还要我重复一次吗？你吊枪什么意思？我不想做受枪代表。当受枪代表是一种荣誉，这种走后门的荣誉我不稀罕。什么意思？大家都知道我会做受枪代表是因为孙排长关系啊。这跟孙排长有什么关系？受枪代表人选是吕布决定的。不管谁决定的，我就是不想做受枪代表。你身为一个军人，你不是犯上就是抗命，我绝对可以办你。如果只是因为不做受枪代表，你就要办我，办呢、啊？我不办，我要让你屈服。如果你没有关键，凭什么让我屈服啊？我就做到让你心服口服。好，你让我心服口服，我就做受枪代表。